民进党中央15号邀请到蔡英文甲赖清德阵营进行着总统初选的事务性协调，但针对着初选时间的确定、甲证监会的这个模式以及民调等，说实在无具体共识。针对这款的状况，市长王伟铁面对着媒体询问的时阵，表示着基层的焦虑。不确定感是最伤人心的，就是说有那个不确定感，那大家都不知道进也不是，对，退也不是，我觉得反而不好。那党中央为招公信，应该赶快把这个期程给定出来。其实我们不急，党人都比我们急。那也希望说，这个双方的阵营能赶快这个拟定这个时程表，至少不能晚于国民党吧。那这点我们启动的那么早，现在这个游戏规则还制定的那么满，我们觉得其实民众会慢慢失去耐心，以及失去我们办好选举的能力的一个信心。市长表示讲，国民党针对民调方式甲提名人的最终产生的时间表，人已经来确定了。但民进党协调到现在算是无共识，真正是真危险。那毕竟我们是民主进步的，我们不能变成民主落后啊，那不能落后别人那么多啊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期程确定。从原先的4月17号到现在变成问号月问号号，几月几日我们都不知道了，那也赶快。以王伟铁来讲，初选提名的时间应该赶紧来排定，袂当比国民党较慢。民进党是民主进步党，唔是落后党。市长嘛表示讲，初选时程袂当拖伤久，拖愈久会让人感觉真不安。正确的时间愈慢，双方要来好的时间就会愈慢。希望讲党中的主持者应该来进一步来考虑，同时顾虑到双方阵营支持者的焦虑。南面新闻台影城议会采访报道。